中间有挂机的结果，然后我希望我玩这个游戏，我可以直接讲重点。其实我一直很无解啊，所以我应该会想说，我先直接把最强的连上去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乱。我应该会先把最强的一直搞出来。梅奇，然后我可能会先把图鉴角讲一讲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角色是不是太少了？我哪知道要买哪？什么太多啊？不就等于说全部都要换？我这是在浪费谁的时间啊？你都没一件换装啊？不爽！我对官方没有一件官方的事情感到误解。为什么不要给大家直接换装就好了，在那边拖大家的时间？这要怎么讲啊？他没彩色啊！哇，这么猛！其实我跟大家讲真实的，我们这季哦，只要介绍角色就饱了啦。技能参考一下。算是只遇到全技能，机甲的是，哎呦，还有装我可以讲啊。盯着几个重点，半将，请示，侍寝忍者，半将那些。这里到底是不要那胜啊？有人又会怀疑了。很简单啊，这是一支主线的游戏哦。然后打不赢就换装。抽卡的东西在哪里啊？这给他挂就好了。其实我比较 care 抽卡。给这么多。抽卡在哪里？这个。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他抽卡的地方，一定有手册呗。我在这里，那如果我们要抽的话，要怎么抽？高级抽？这么好抽？那我们白练这么多是做什么？然后你们抽到再自己把它换下来。